Hello， 大家安安，我是志光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搞事喽。我们要搞点什么呢？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拍得不错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喽。啊，最近啊，台湾一直在缺水啊，各位朋友。那家中如果没有这个三胞胎过滤器的话，怎么办？其实你说它贵嘛，它还算蛮便宜的，一组售价大约来在六七百块。可是啊，不单单只是价钱的这个问题，通常养鱼的朋友，三胞胎是一个基本的配备。为什么有人没有办法去买来使用呢？原因就在啊，或许是水龙头不适合，或许是家里面的因素不适合，环境啊种种的问题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？可以做一个除氯的滤水器。我呢今天来做一个换水神器啊，既可以让你除这个自来水的氯啊，也能帮助你呢换水更轻松。尤其啊，我们冬天要到了，是不是在冬天换水呢？这个对温的这个问题啊，是一件很恼人的事情，因为你必须要滴得非常慢，还是用一些什么特殊的方式，没关系，今天都包在我们的这个滤水神器的上面。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材料咯。首先我到这个大创百货买了这个手提置物箱，它有一个手提的，然后呢它是69块钱哦，然后呢一大包的这个滤材哦，我们的活性炭，那这一包呢100多块钱哦，买了一个类似这个沐浴乳的这个罐子啊，也是在大创所购买啊，这一个49块钱，然后一个空气调节阀，然后再一个丝袜啊，不是变态啊，因为等一下呢，我们的丝袜必须要装我们的活性炭做使用。以上除了这个活性炭这个滤材以外，我们的这个滤水器呢，只需要花多少钱？不到140块钱啊。好，那因为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 DIY 啦。那 DIY 的过程呢，啊，就比较麻烦一点，因此我会用缩时的带过去哦，让大家看得懂怎么制作就 OK 啦。
关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这个就是呢我所谓的换水神器啊。为什么叫它换水神器呢？哦，我们的自来水直接倒入我们的滤水箱，把这个水呢滤出啊，哦，直接入缸哦，并且我们的桶子是可以放在我们的一尺缸上的。相对性的，我这一个滤水器呢适合小型缸哦，不太适合这个大型的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说大型的缸呢，是不是可以照这种比例原则下去制作，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是不建议啦，因为毕竟大型的缸呢它用水量毕竟比较多，我还是推荐用这个三胞胎会比较适合一点。像我这样子入水的话，跟我们滤水器的道理是一样的，我们的出水速度越慢呢，它会滤得越干净，那也刚好符合我们养鱼的比例原则哦。 OK，毕竟我们入水嘛，要慢，越慢对鱼是越好。那像比如像我们这一缸呢，一尺缸它的水容量大约有10公升，那我这个桶子它的容量有7.5公升。那以养孔雀鱼来讲的话，像我本人呢都会建议说每一次换水至少要换一半，那这样子7.5公升足足够你使用了，甚至呢也不用怕做水灾啊。我们换水的时候很怕做水灾，有了这一个滤水器呢，我们就不用怕做水灾啊，因为我们要用多少水，我们可以自己去衡量这个水量。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冬天的时候换水的困扰，我们的这个滤水器呢里面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一支加温棒啊，把这个加温棒呢控制在28-29度，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用怕温差过大，你的鱼只会受不了，是不是很方便使用？那好，有的人说我的鱼缸是放在铁架上，那你的这个水容器那么大，我不方便使用，其实也可以啊，你可以把它放在架上，因为我们弄的这个是空气调节阀，你可以用那个风管接管路按拿一个铁夹夹在我们的鱼缸上，这样子也可以使用哦，其实是很方便的哦。那此影片呢，各位朋友啊，你们喜欢吗？记得哦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哦。啊，希望这样子的东西可以帮助很多人。我们影片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